陶陶，你们又迟到。陶陶，快点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我上学去了。嘿，卡卡早啊。陶陶，你确定东西都带齐了？对哦，我的滑板。不是，草呢？什么草啊？班里养的那盆啊，那个会失虫的捕蝇草啊，这个周末是你带回家的。完了，我忘了这回事了，我放哪儿了？不好了，快死了！不是吧？怎么办啊？你说怎么办？老师说过要给它浇水，还要给它喂虫的。还是没有好转啊！快去找薇薇姐，她应该有办法。薇薇姐，帮帮我们吧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抱歉，但是我们情况紧急。我懂你的心情，我自己也很着急。我发现这公园里搬来了可怕的黄蜂，我得赶紧去处理。要是我去的晚了，那公园散步的人就有危险了。但您能先帮帮我们吗？就几分钟。我必须得走了。你们可以试试生长液，就是那瓶。琪琪，挺住，马上就一点事都没了。你给他起名叫琪琪啊？啊，多合适啊，是吧？生长液为植物提供营养，恢复植物光彩美丽，太好了。注意，每日只需一滴。你全倒了。那又怎样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别说，还真有用。耶！好啦，去上学吧。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你长大了呀。不过他长得这太大了点吧？而且看起来特别难吃。小琪琪，救命啊！糟了，他都能走路了，我的琪琪好像变异了，变成大怪兽了。你说这都怪谁啊？我去！琪琪会毁了整个公园的。别担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什么破咖啡机啊！你倒是动啊！康叔早啊！哟，是淘淘和康康啊？是淘淘和卡卡。瞧瞧我这记性！请问去哪里可以找到一张大网呢？嘿嘿，算你走运啊！我刚好有一张，正儿八经的网球网啊！快点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职业网球选手啊，我可以借给你们。这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也能凑合，谢谢康叔。好像您没插电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温柔点啊，琪琪毕竟还是棵小草。你刚刚还叫他大怪兽呢。准备好了吗？听我指令啊。他去哪儿啊？别忘了他是棵捕蝇草，他把毛毛都成瓢虫了。毛毛。哦，是吗？那天上还有 UFO 要带走你嘞。毛毛被盯上了，快帮忙！就算我心有猛虎，也会细嗅蔷薇。这可不是蔷薇，也不是栀子，也不是康乃馨，这是别人的大怪兽。
服上全是口水。放开他，你个乱喷口水的怪物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空手道黑带哦，你最好别惹事。警察叔叔，你等等，这是我们班养的一棵捕蝇草，他只是把毛毛当成瓢虫了，所以才追他的。我的屁股，还好我随身带了备用衣服。这件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孩子们，我知道你们很在意他，但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像这种作乱的祸害就交给警察叔叔我来解决吧。我们得赶紧阻止琪琪。我们啊，得做个诱饵。毛毛刚刚启发了我。对付你们这些家伙，我可是专业的。好了，小黄蜂，快飞，快飞！我要喷药了。这位女士，我是警察，现在需要征用你的喷枪。啊，不行，没见我正在用吗？我得赶走这些害虫。不然我给您敬个礼吧。什么？哎呦喂，到底放哪儿了？坑叔，你知道哪有昆虫服装吗？还服装呢？哼，我连咖啡杯都找不到了。就在你手里啊。原来在这呢。康叔，昆虫服装。哦对，算你运气好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啊？姐姐。仙女装。咱们用乌龟姐的自行车没问题吗？这是特殊情况，她会理解的。好的，昆虫诱饵计划开始了。慢点。还能看见我家哎！专心点，他在那儿。哟，琪琪，琪琪，你看，我小蝴蝶，嗡嗡嗡！琪琪，你追不上我吧？快到陷阱了！逮到你喽！来和我对决吧。我可是警察中的精英，区区一张破网怎么可能难倒我。我们得想办法。我正在想。其实不是昆虫，一点也不好吃的。黄蜂，有办法了，淘淘，抓紧啊！不要，淘淘，你快点啊！我已经尽力，这就是我的办法啊！你把琪琪引来，刚好消灭黄蜂。Oh yeah！ 又被我逮住了！别喷他，他真是个英雄啊！有他来解决黄蜂，我也用不着喷农药了。你真棒！话说回来，你倒了多少生长液啊？全倒了。不过下次黄蜂再来，我就知道怎么办了。可是琪琪该怎么处理啊？他现在是吃饱了，但要是又饿了怎么办？给他喷农药就行了。住手，用水冲冲就行了，把多余的生长液倒掉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这个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的，我给你敬个礼吧。你们觉得我会相信这棵捕蝇草会吃了你？没错，但这也不能怪他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，对不起啦。
好在你现在没事了。好吧，虽然我必须要记你们迟到，但是淘淘，你把捕蝇草照顾得很好，我很欣慰。Oh yeah!